开店超过30年的历史，福乐面店是卖绵绵冰起家的，客源为台六线上数十家陶瓷工厂员工。没想到因应冰品生意趋淡，加卖的面食类因为口味独特，一下子就声名大噪，成为店内主力商品。在饕客争相推荐下，用餐都要拿号码牌排队呢。店内提供不少特色小吃，像是干炒水晶饺，不同以往作为汤面或火锅配料的印象，水晶饺跃升为主角，上面撒着葱花、油葱，还有少许的酱料， Q 弹的外皮尽是好滋味，排队的美味值得你来尝试。